唔系啊，凡事向好嗰方面谂、，always say yes， don't say no 啊。What？ 我啲人晒边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herr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Lana。好，我哋今日咧就要帮全队人嘅台咧做一个大扫除。事完咧，事完咧就系佢成日都话我哋唔执嘢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就一次过帮佢执嘢。所以咧，我哋就谂住清空佢张台。Yeah! 好，即刻去边？在这个位置为什么要有一二三四五对鞋呢？为什么无啦啦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有五对鞋呢？要在个位置，为什么他又有一个 keyboard？ 我不明白，一个人除了一个位置里面有五对鞋之外，还可以有三个 keyboard。 那你即是怎样？有写歌谱，但入边又冇歌谱嘅一啲书，之后呢个仲衰，写支出单据，你睇入边垃圾，垃圾。等我哋揾到一盒 pen 嚟读啦，但系过咗期嘅，都唔系过咗期好耐啫，唔系好过分。咁你食咯，我唔食啊。我哋咧再揾嘅时候咧，揾到呢个啊，究竟系2019年过期啊，定系2012年过期咧？健康食品，定系越摆佢会越健康？ What？ 朝早嘅8:30，咁咧我就已经翻到嚟教会啦。俾你大家睇下教会嘅，而家咧系9:48，我已经喺度一个钟头啦。点啊，你哋？好失望喎、啊！佢嗰日，我見證唔到呢個時刻。唔係啊，佢咧係咧一翻嚟啦，跟住佢一開門喺樓上已經聽到啦，跟住佢一上嚟，一放低個袋，跟住行住自己間行翻去同我講啦，佢連嗌嗰一下都已經冇。唔係，我第一反應係琴日影完結婚相之後真係好攰嘅，即係琴晚已經係昏迷咁樣，而一個人都仲係嘔啊嘔啊嘔攰。跟住咧，同埋我嗰刻咧，我係。不知點解心裏面咧個反應係，咦好乾淨喎執得，跟住仲因為佢哋抹曬啲塵咧，嗰、那個台係我嚟4年柴灣堂都冇後面執過噶嘛，我淨係執過前面啲位嘅啫嘛，咁所以好乾淨啊嘛，那個反應係，然後就好冷靜咁落嚟沖咖啡，誒準備享受我今次。仲要攞翻我哋上去嗰只杯。係啊係啊，佢排曬我咧擺喺教會嗰啲杯咧，我要攞翻之後嚟用，如果唔係再見面都我排咗只兩杯上去。有啊，唉，我决定，决定唔做系咪？我哋下集再讲。喜歡就 share 啊，like 啊，佢好氣啊！
一樣後制唔該，呢度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拜。